咋回事？四冠在手，作为联盟顶级控卫的库里竟不会用手指转篮球。目前仍是 NBA 休赛期，关注库里的球迷应该知道高尔夫球也是库里所感兴趣的体育项目。他最近参加 Tahoe 的高尔夫名人赛，期间也有关于篮球的环节，比如秀一下远投，与球迷互动扣篮。库里在此期间饶有兴致地尝试用手指转动篮球，但没转多久就失败了。贾老板则非常熟练地秀起转球，他本想将球通过指尖传给库里，但库里帅不过三秒，没一会就丢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库里此前参加 SBICE 颁奖典礼宣传片的拍摄，期间他没法展示单手抓球和用手指转球。有趣的是，库里想尝试用手指转球，但他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都没能坚持三秒以上，着实在摄影师面前献丑了。